他永远说的跟编故事一样，我都没法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。那天晚上呢，确实是我的朋友呢叫我过去吃饭，吃完我回去呢就骂我，嘴骂得很难听那时，但我心里就当然心里很不舒服，加工这一块没心情去做了，就抽了烟了，完了就气炸了。快洗碗的时候我才知道就着火，当时也差点就跳不出去了，我的腿现在这边还有个烫伤呢，还有个疤痕在这边，如果跳不出去的话，那当时就烧在里面了，我就出不来了。着火怎么引起的，我也确实不知道，如果是烟头引起，那肯定我也不是故意的什么，平时他也没说就是烟头引起的什么。你不知道这个结果吗？他在说假话。那是两年以后我才知道，刚开始我不知道。那正常这个火灾发生以后，在家里就有损失，保险没有赔偿，你没有想过到底什么原因不去了解吗？他躲起来了，就是跑回老家乡下去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承担。